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要继续介绍这款游戏，就是《地球的最后一天》。对，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僵尸游戏。然后我今天要介绍就是我的我不喝拿铁的第四集。然后谢谢大家，就是谢谢就是有在看我播游戏的朋友们，特别要感谢就是我看一下有谁留言哦，有曾阿龙，对，他有跟我讲说蹲下可以靠近路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Ever。叫 LBYNG，他有跟我说食物和医疗包可以放在口袋里，还有黄建安，对，他有跟我讲一些资讯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有什么回复吗？哦，对，黄建有跟我说可以把菜刀装在身上，对，然后谢谢大家的订阅，对，然后我会继续介绍这款游戏，因为这款目前台湾没有人在讲解这款游戏，然后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僵尸游戏，所以。好，刚好我就有这个荣幸来为大家分享这款游戏。然后，其实这种游戏呢，我在玩到昨天晚上玩完后，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课。好，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款游戏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房子改建了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就一个一个讲好了。今天主要是分享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看我的房子。房子其实呢，你要盖的话，要盖像这样的感觉。你可以，你不一定全部的那个地板都盖好，你可以只先盖外面这个地板，就我现在走这一块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盖这个地板以后，你就可以盖墙壁了，所以里面这边其实可以省略的，因为主要盖墙壁是为防止其他玩家到你的家的时候，就到你这个居住地的时候会偷你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是自己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储物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箱子。然后像我箱子，我有做分类。然后我今天就先一个一个讲。我先讲房舍好了。房子的话，我改建，因为现在你看为什么我田地在里面，这也是为了不让人家跑到你家里来说偷你的东西。所以说可以把房子当做墙壁一样，它把你的农场盖在里面。房子只要因为这些东西不能盖在地板上，可是它其实盖在草地上。然后我只要房子把这些围住的话呢，是不是其他玩家进来就偷不到你的东西了？对，这个方式其实我有参考国外的。哦，国外的，因为国外蛮多人介绍这款游戏的，可是全部都是英文的，没有一个讲中文的。没关系，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，因为我稍微有看一下国外的影片，然后他们的话都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建在室内，有没有？除非他们有炸弹，不然基本上他们要破坏墙面。因为目前我看他如果要做 C4 炸弹的话，不是那么容易做的，而且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我看一下，对，C4 要收集的东西其实不太好收集。光这一个我就从来没看过，因为我昨天有在玩一下，我玩第三集的时候，我有稍微玩一下，因为今天这是第四集嘛。好，这个东西是不好收集的，所以我不相信每个人都有 C4。所以说呢，这有另外盖，这先不管它。这个是我主要的房舍，我是把它像墙，就是像有点像护城河，有没有？把你东西挡在最中间，然后外面这台车你就不要放东西了。虽然它有储物空间，可是目前来讲这台车比较难去放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哦，就算我今天，我要盖好了，可是我没有盖到这一块，这块是不能盖的，有没有？车子前面只有一格是不够的，所以它不会让我们盖东西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其实在等一个东西，因为国外他们在盖完这样子以后，对，还要再做一件事情，要盖一个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，有点像是一个这个尖尖的东西，它这个是写Sprinkler Tape 吧，它 Tape。这就是一个那个可以挡子僵尸，而且我有去别人家，因为他地图中可以去别人家，然后等下我会带大家看去别人家的时候，然后如果说你碰到刚刚我讲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主尾这个围篱的话会损血，然后它应该也可以挡僵尸啊，然后墙壁是可以挡僵尸的，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建在这个外面，我之后会建，然后大家可以持续订阅我，我后面会把我的房舍建得更漂亮。目前来讲是一阶的房舍，它只能盖这种很烂的木头地板，之后还可以铺那个石头啊，然后墙壁可以用比较好的木头，因为这看起来有点像稻草房，有没有？好，先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我再一个个介绍，这个就是我的田地，然后我现在等级大概是15级，我现在只能够最多只能两个田地而已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食物，稍等我一下哦，我手机没有电，我充一下电，稍等。Thank you.
好 ，OK， 我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手机快没电了。好，然后我刚刚讲到这个食物的地方，食物的话，它目前可以建几个呢？应该可以建蛮多个啦。然后食物很重要，就是你可以像会种萝卜嘛，你得到萝卜的话，可以把它拿来煮，然后拿来煮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，有点像是炖萝卜的盘。这个东西补血补蛮多的，它可以补血，可以补水，所以说在你饥饿的时候呢，吃一个给大家看，有没有？水跟血都会补到，会补血，补胃，然后也会补你的水。然后这个萝卜我觉得是目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，我盖了两个，我应该可以再盖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够不够？哦，不够，我的木头呢？我记得我刚有带了木头回来。然后物资的话，其实我现在觉得，我会建议大家初期啊，不要先不要捡一些，很多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先捡一些你可以做的东西会比较重要。像可以做的东西像是木头，然后植物、绳子、布这些东西在一初期都很重要，因为其实你看哦，你等级不够，其实这些也不能做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后期再慢慢收集，前期先收集这些东西，就是你要做的这些物品的需要的材料。因为你一次收集太多，后面的东西是你现在用不到，可是你们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建造的东西是以前面你已经等级够，然后它开起来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的木头到哪去了？我找一下我的木头，把木头到哪去了？啊，我木头要拿来盖完，因为我刚刚把那个房子盖得像城堡一样，这边这一层是多盖的，对，原本不是长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是做煤矿的，会不会做一个类似方碳之类的东西吧？对，它就是像这样子。然后每个东西你可以按这个，有一个说明，黄色这个按下去以后，它就会说明说这个东西建造什么，都有教学。我刚刚忘了讲这个，像这个集水的，你可以按这个空的瓶子就可以装水，它就可以用集水器，这是集水器，蓝色的这个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很多，它可以做这三样东西。我按到金币了，哇塞！好，没关系，我刚刚不想按到金币了，所以我损失了一点金币。好，那它加速了成长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机器在这里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是我的工作桌，它是拿来做木头的，然后可以做比较好的木头。这个我后面也会用到，所以我就先做了，因为我到时候要先做这个台子。今天看可以先把这台做出来，所以我要得收集煤矿，因为我的煤矿呢，现在好像够够吗？那是我现在可以直接做了。那我自己会分类啊，我会把像这个矿石类的东西，我就全部放这里。大家可以自己把收纳箱自己做分类。应该可以做吧？等一下，要20个。所以我现在没20个吧？不够，蓝色好像还有，对，这还有，哇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做这个吧。等一下，还缺东西，还缺一个尖尖的铁。好，这个我就把它叫铁吧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好，可以做了，太好了，可以做这个桌子了。这个好像是岩石类的东西。好，应该你做好了。等一下哦。我东西刻满了。像这包包其实很小，它这个款游戏我觉得蛮真实化，就是其实一般人啊，如果你今天是你自己一个人要出去玩，你不可能背很多包包嘛，所以它是还蛮合理的啦。我觉得它这样设定还蛮不错的，就让你要去取舍，说你哪些东西要留下来，哪些东西不留下来。然后像如果你有打到僵尸的话，我建议你这个布，就我现在拿这个绿色的布，你一定要留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当你没有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以做衣服。好，下一个工作。好，可以做了，太好了，好，做好了。因为我刚刚包包满了，所以做不出来。有了工作桌，新的工作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工作桌是干嘛的吧。好，果然它是强化岩石的。好，我就将它直接丢进去强化吧。好，然后我继续讲解我现在知道的内容。好，这个车子就不用放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会被偷啊，你就不用放了。那这 Welcome 可以自己做，它是用那个动物皮做的，蛮简单的，大家到时候再看一下。这个其实是最近改版的新东西，我上巴哈看大家讨论。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每次出去，比如说你要去采集东西的时候，到别的地图，你都要先来洗一次澡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僵尸好像有改版，它会闻气味。我是听他们说的，他说闻气味，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洗澡的话，他们会比较容易发现你的存在，就会过来追你。然后如果你有洗澡的话，就比较不会发现。好，这个就给大家参考。然后我等一下可能再实际测试一下。然后我想一下我要讲什么。好，然后这个食物的地方就是这一格有个包包下面有一格嘛，它可以拿来放食物，是一位网友提供的，对，提供的资讯，谢谢你提供这个资讯。然后这个我其实在八号有看到，对，有这个讲解，很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来，我看好像有多少的体力值，体力值有多少？好，体力值，哦对，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武器的部分啊，你一定都要先做满。因为其实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采矿，等一下，采矿，因为我也做武器，我先看武器。好，像这个，其实这一把武器还 OK 啊。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把，这把就基础的木头的矛吗？类似矛的武器。然后像我自己会在做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到底干嘛？好，等一下我先把肉收一收好了。因为我现在想我要讲什么，等一下我一个一个来，我先把我肉放回去，然后木头现在用不到，就稍微分类一下，一直按错键，好可以了，把这木头放回去，好，然后其实水的话，我觉得不太用带，因为像我刚刚有带一个萝卜嘛，那个萝卜就有补水的功能，我们现在洗个澡吧，然后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女角。然后就说有，就像女角的话也会打马赛克，为什么？因为像我昨天玩，我有捡到啤酒，然后你喝了啤酒以后，对不对？他马上就会想尿尿，然后尿尿会直接尿，就会打马赛克，很好笑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洗完澡，净身完毕。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要干嘛，就是我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看到你们的地图好了，随机一点。然后我先把瓶子拿去积水，我会进两个，其实是不想要等待啊，因为。等一下，这个要先分开啊。好，因为如果等待的话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就有，因为我现在不会被偷嘛。因为我之前很担心说，我东西放外面，有可能其他玩家进来我的地方会把我东西偷走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聪明了。然后其实我出去都不太带东西了。我现在我要先去收集就是木头类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的水就不留了，就不想拿。拿东西拿越少越好，因为外面会拿到果子，你会吃果子。好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有偷玩别人，就是跑去人家家偷水果，偷萝卜啦。好，然后后来，后来就去另外一个人居住家的时候，他盖超好的，他的那个竹篱就是会你会被刺到，然后我不知道刺一刺就死掉了。然后哦，剩三小时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红点？好，这个是我要讲的。现在我看骷髅头有没有写3小时58分钟要来到我家。所以这个时间点千万不要待在家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你现在他进来的时候你待在家里面，你会看到很多僵尸，包括有人说会有很多僵尸在拆你的家，破坏你的家，所以呢你也无法救，因为会好像有十几只吧，然后你也没有清得掉，因为他说会暴走很多只。我是还蛮想看到画面，可是我不想要我房舍坏掉，所以我在思考要不要做这件事，先不要好了。对，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登录的话，只会被。拔走一块墙或是一个地板，对，就是不登录。3小时58分钟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登，因为你一登可能就被破坏。好，讲解完毕，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这就是别人家。然后其实去别人家，我会建议你啊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家可能有放一些陷阱之类，如果你进去的话中招的话，就会，因为他家其实跟我们土地是一样，就跟你自己家是长一样的。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体力值有限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先去森林采集。好，我们今天采集好了。然后居民通常可以拿到衣服，这个是可以拿到衣服的。因为我知道是好，因为我现在不确定他的东西会不会继承。总之，我们先去这个森林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我想到什么我再继续讲解。因为我就是有大概玩了一下，我大概有去上国外的 YouTube， 然后巴哈姆特去爬文再看一下。大概我知道的东西，我就跟大家说。哎，怎么久啊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应该按这个，这个是马上闪电。然后有人说可以一直看广告，然后我要找一下广告按键在哪里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广告按键啊，是上面这个。
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点进去。然后采集的部分，我现在只会先采，就是我需要的东西。然后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个小技巧。如果比如说，好像有怪物追我，快死掉了，我就赶快跑往外跑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先跑走。然后它这个功能，就是我看国外玩家他们可能快被打死了，他就这样子哦，跑回地图这边，然后按他的包包去吃补血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一招，所以你快死掉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念战，你就直接跑回地图外面，然后去吃补血或干嘛的，这是最好的。然后你还可以做东西耶，对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快死掉，赶快跑入地图，因为你不会离开这个地图，有没有？你不会回家嘛，你还可以再进去，就可以，只要不要死掉，就可以再进这个地图，除非你想要回家啦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要先看我等一下下一个要做什么。好像机车我应该差不多可以做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我现在差煤矿，这个好像我有应该有五个，然后这是比较大的集装箱，它格子有16格，一开始这个只有12格，大概多10格。然后这个是肉，应该是类似干嘛的，等一下我可以也可以做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好像是做布的，我记得这是做布的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收集就是绳子跟金属类跟木头。好，那刚好来这边就对了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它如果说你就遇到其他玩家，他拿枪之类的，你就直接跑了，不要跟他恋战，因为跟人打不赢。他拿枪的，有些是拿枪的哦，可是他应该都是 NPC 啊，不是真的玩家。然后像到新的地图，我都会直接哦，对我都要先那个做一些东西，你必须先把你的斧头那些先做好，不然他不会去。他不会去打那些东西。我刚好洗过澡，应该不会人发现我了吧？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躲得好好的。这款游戏其实在国外现在好像比较多人在玩。我看现在我们附近周遭比较少华人在玩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就会持续介绍。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，你可以订阅我，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，就是留言跟我讲一下你得到心得，我们互相交换一下情报。对，然后呢？就是说那个天线网，就是大家不是说可以，我先吃点东西。像我就会把果实一直狂吃，因为这果实其实会占我一格空间，我就会多吃一点。哎，怎么这是走那么慢啊？对啊，我可以做这个吗？好，先做，然后石头。等一下，就是天线网，有个东西叫天线网，大家开给大家看。我先把这个干掉。这僵尸跟踪我，跟踪我都没有好下场。等一下哦，我现在还缺石头。好，我讲一下这个天线网。天线网的话是这个东西吧？应该是这个东西。这东西好像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可以搜寻到好友之类的，然后就可以一起进入，它就变成伙伴。然后伙伴互相好像是打不到的，因为我看国外他们是打不到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玩的话会不会打得到，不过应该打不到，因为如果是伙伴应该是打不到。因为打得到的话，这样就不太好。因为有些人乱杀，不是很不爽，你就会觉得很不爽。有人来了，这没有用嘛？我洗的澡还是一直在，还是找得到我、啊？我走这么远，我已经销声匿迹了。像我果子，我都会不吝啬的把它吃完。哦，前面有只鹿，先不要惊动它，我捡这个好了。像我都会从旁边先绕一圈，就是稍微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僵尸先慢慢的把他们干掉，再突围，然后之后可以到湖泊，我蛮期待到湖泊去的。你好像可以钓鱼，我不知道他钓鱼模式会怎么呈现。然后我看到有些国外的玩家超夸张，他家里面有一台装甲车，然后有机车，然后盖超漂亮，跟豪宅没两样。然后外面就一堆围篱，然后陷阱什么的。哇，那个玩家我去的话，很容易就死掉了。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要去别人家偷东西，你只要带。两样东西就好，一样东西就好，两样好了，一个是补血的，一个就是这把武器就好了，因为它的地图也会有那个，也会有僵尸，所以说你要打僵尸或打狼的时候，你就还是带把武器，然后千万不要带贵重的东西，因为你去别人家有可能他有设陷阱，你死掉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全身的东西会喷光光，我刚刚讲吗？死掉的时候，对，这款游戏死掉武器会全喷哦，你身上会被清空哦。如果你衣服穿满了，也会全部都没有被脱光光。这是这款游戏的特色。然后像我在打这野地图的时候啊，我都会尽量把
尽量把血都吃满，因为随时可能会有其他玩家就是出现。然后右边这个萝卜大餐啊，你看我现在画面右边有个萝卜大餐，我都会留到就是如果有其他玩家忽然乱入之类的，或怪物忽然乱入的时候才吃。我基本上开包包吃都吃果实，这样比较安全，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像情急之下要吃的那个补血食物，就右边这个萝卜。然后这款游戏尽量不要死，因为你一死的话，你收集的东西全都没有了，就可以照我刚跟你们讲的方法跑出地图。如果你身上很多食物来不及吃，你也不要想要跟他恋战，你就先跑就对了。先跑出地图以后去吃完，把血补满以后再回来跟他拼。然后那怪物我记得还会在，因为国外有人在打一只很强的王，哦，像这种就是比较七星种的。这个就很强，这个就是七星种。然后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武器会不会快坏掉，如果快坏掉的话，你一定要马上去把它修理好，或者是换一支新，不是修理好，是直接换一支新的武器。像我现在就得去吃，因为现在没有果实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我要升级。其实这款游戏好玩迷人的地方就是说，它有加建造跟生存跟僵尸的元素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很多男生都喜欢玩，女生应该觉得哎有点变态，要玩游戏，对不对？什么僵尸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我觉得大家应该男生大家应该蛮喜欢玩这种游戏，因为很有挑战性，很有融入生存的那种要素。好像没有好果子吃了，哎有点果子。就果树好像只有三颗果实。好，现在可以拿到木头了。然后大家如果已经把家里盖好了，对不对？建议你赶快改装一下，像我装那样子，就是把东西藏在正中间。然后我告诉你们这个讯息以后呢，我就不会去偷你们家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有无私的分享给大家这个讯息。因为我那天去，昨天我偷一个人的家，他是没有把那个农作物藏起来的，就是没有用房子围住，所以呢，我很轻易的就拿到一些肉跟一些萝卜，非常感谢他的提供与爱护。等一下，今天还有一只僵尸，就把它干掉，因为我现在想要偷打一只鹿。对，然后鹿的话呢，要接近它，就是要慢慢走，慢慢走，靠近它再给它重击一击。我靠，两只，可恶。两只的话，我看哪只跑比较快好了。先不要理他，我先走远一点。那我都会一直看我的，他想跟他打。靠，我这是在干嘛？我这是在自动走，就在这里。我靠，三只了啦，完蛋了，这只走很快。我先把他引过来一点，不然有点危险。先打死他再说。因为他僵尸很厉害，是整个地图啊，你不管跑多远，他们都一定会追过来。哦呦，那边还有一只，先把这两只干掉，因为这两只速度一样，而且它一次只能打一只，还有萝卜还够多，这萝卜还不错，它补血又补一些那个东西。等一下先把我刚刚拿那个肉还没拿到，对，肉很好，等一下，所以我想办法这边全部砍光光，这样为什么不砍？哦，骨头坏了，东西坏的时候它就不会再去做。自动那件事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是用自动的，好像可以了，他应该把这些树砍了，然后还是一样安全一点，把血先吃满。因为呢，你看我东西靠近了，为什么要发现我？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沾了一些奇怪的味道，可是不对啊，沾那么多僵尸，应该沾很多僵尸味啊，他应该不会发现我的。然后这款游戏，我看人家后面后期外国玩家玩，现在没有放一台装甲车，因为装甲车超难组，你知道吗？给你们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收集超多料件。现在后期有直升机耶，应该新的吧？装甲车在哪里啊？没有装甲车。我还没开放吗？是这个吗？我记得不是这个，有一台装甲车。我们现在没有看到，有可能我们的版本还没有。不过后面有一台装甲车，就是类似像这样直升机。这我直升机要干嘛？好帅啊！可以开吗？刚刚拿到什么东西？有只鹿，慢慢走。这真的有狩猎的感觉。
嗨，谢谢你的奉献。然后《金勇汉》这款游戏我玩，我觉得它蛮流畅的。最重要的就哦对，应该玩家来了，我知道。通常那种跑很快的玩家，那是我补血。这就是假玩家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我的分身去跟去找别人。哦，包包来了，来，我要讲解一下。像你们是打死一些人会有包包，包包可以拿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到，就是当你死掉的时候，你全部都喷光光的时候，这个包包非常重要。对，因为你全部喷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也没有包包啦，你包包重做，那是不是你拿一个包包就 OK 了？你就有包包了。对，你拿一个包包放那个补给箱里面，当然可以自己做啦，然后只是说，我看一下，做一个包包花什么东西？哦，叶子跟绳子，像绳子我觉得不是很好拿，它要打僵尸才会有，所以说看大家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有多的空格的话，你就留吧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包包放回家里面。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死掉，你知道你家里面库存一个包包，你没有植物，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营地里面，我们植物都会采光光，所以你可能会没有包包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留一个？像我就会留啊，尽量留一个。好，有锤子坏吗？哦，这样，因为我没有格子了，看一下哦。啊，是打武器坏了，先把它换过来。好，因为我现在很想要树，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所有树都拿完。木头应该是这个游戏里面需求最大的，因为在你改建房子干嘛，其实都需要木头。然后像这个森林啊，我发现你来森林，只要时间一个时间到，一定会有一个玩家冲进来，可是不一定是怎样的等级跟不一样什么装备，不一定。像我就有遇过，哦，不对哦，我在终极的森林好像遇到是拿枪的。然后这个比较简单的森林就是拿，就是跟我们一样拿那种基本的武器。OK， 全部解决掉。石头应该是没有再拿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满了。我现在拿的东西有限，有刚忘了拿肉了，等一下拿肉没拿。好，等一下我可以再做一些东西了，今天又可以来做新东西。我靠，怎么都是僵尸啊？等一下先一只解决掉，因为我现在食物快没了。等一下怎么打他？我刚用自动，他就往后跑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很受控制耶。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可以先把，我靠，我靠，其他玩家又来一只，通常都只有一只而已，我应该可以打赢他，因为我还有补血，他有裤子，我现在可以拿到他的裤子，然后被人家打的时候跟打僵尸的时候，那个你的装备会慢慢坏掉，有裤子吗？碎啦，裤子了，就对了，先拿裤子来穿。不错，刚好有一个来送裤子给我，哦，这个很棒，哦，这个石头就是要这个，那我可能要取舍一下什么？像一些我可以把食物都吃完，因为食物可以再做水，武器其实都可以不用留了。我待会看一下我的木头还可以再放，可以再放十几个，所以我至少把木头放完。我现在得先吃点补血，这武器要快坏了。有武器，拿他武器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先换一下东西。先把有的包包不能重叠。等一下，刚刚这边有一个果实，先把它吃掉。这个很考验，就是你的收纳的那个头脑，你必须思考说怎么收纳。我现在其实不用留锤石头的，因为我现在只要有这只斧头就够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些树给采完。树还有哪里有啊？好像都剩下面了。那包包我其实不留，因为我还有很多植物。像如果说你的物件够多，哎呦，来了，你的物件够多的话，其实你也不用留包包啦，因为包包其实还蛮好做的，因为只是它绳子比较难拿，因为绳子我看其实后面需求还蛮大的。好，它正好三棵树，锤完的话，一棵树会有三个木头，所以说
大概有九个，差不多应该可以。像我这样子啊，快没食物，我等下就赶快走了，因为不然等下忽然间有人冲过来，可能被打死。我至少留一些食物比较保险。好，太好了，剩下一只。可恶！等一下哦，因为我现在看到那边有只僵尸，有点烦。看可不可以不要被僵尸发现，把这只干掉。哇，这好多僵尸哦！可恶！臭狼！我以为僵尸就是狼。好，很好，因为这狼的导弹下，我都快狙区了。好，我快看这集装箱有什么。看他有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我是比较想要吃食物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有人冲过来了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打不打赢他。完了，赶快跑！像我刚刚讲，就是打带跑，就是现在赶快跑出去。好，这招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国外玩家他们是这样玩，他们快死掉就先跑出来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做补血之类的东西。因为如果说死掉，你看我刚刚收集的东西可能全部都没有，这样就很机车了。哦，还有九个哎，哎，为什么还有九个啊？等一下哦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再吃哎。好，哎，这样我就可以再进去站了，没有？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有九个啊？我刚刚萝卜不都吃完了吗？我不知道什么，反正就是又有九个。我刚刚吃到的剩两个啊。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没关系，先吃再说。好，再回来继续采集。哎、欸，东西还在，不错不错，帅。这样就是我刚刚说最保险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参考我的玩法。欸、怎么感觉物件还是？那我没有收集那些东西吗？好，这两个其实我现在用不到，就不拿了。对啊，这东西其实没有变，就是这些啊。这只是血比较多。好，那边还有僵尸，把它解决掉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哇，这走好快啊！好，来呀、啊，跟你拼命，跟你拼命，到晚上。那对了，大家记得，刚刚不是有个人拿火把打我，那火把超烂的，你千万不要拿火把跟其他玩家打，因为那个火把真的很烂。因为我上一集就是拿火把跟人家对打，我死了，捡到一个火把，然后火把很厉害，可以烧人，你就会被烧起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就被干掉了。好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刚刚出去，他会补我食物是不是，我不确定，等一下再试一次好了。我等一下试试看，我再走出地图，他吃食物就会补吗？然后像这个卡片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干嘛。拜托，请玩家告诉我这个要做什么的。这个卡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。哦，补血那个，可以先来吃，把吃完丢了。啊，这空罐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，我现在不确定是不是。好，大家如果知道空罐有什么作用，请告诉我。现在好像这个东西也用得到，可是我那边还有这个螺丝。怎样？木头？其实木头现在够多了，把这螺丝带回去好了，因为等一下就要弄这个螺丝。然后这个地图应该已经全部绕完了，确认一下。像他这个红点地图不错，红点就会提醒你说这些东西他们身上还有东西可以拿，所以就是大概巡逻一下。其实刚刚那个拿火把的家伙跑走了，我好想跟他单挑的。等一下，我武器不见了，我先做个武器好了，有点危险。武器坏了，这火把很烂，我真的不想做火把，攻击超也没有很高。然后我现在还可以再拿三个木头，可是好像没有木头，就来巡逻一下吧。粉丝收获还蛮多的，不错。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做得很好哎、欸，它不会，它的那个游戏的内容不会输，就是现在的，比如说线上游戏啊 ，PS4 之类的东西，因为类型不太一样啊。如果说你现在想要玩一些策略性的游戏，策略生存这种游戏，我觉得这款其实很值哎、欸。不过它就是要花费的，就是比如说它可能要买，我其实我愿意买，因为真的很不错，这款游戏做得很好。好，我们先出去吧，等一下回家里面交差了。那我现在试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刚刚我记得我没有食物了，
我现在应该只剩下四个食物或五个食物，我刚忘记看。好，看来是没有增加，那就是我想太多了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回家了。然后回家有两个方式，一个就是你如果没有体力值的话，就按右边这个 week， 这个的话就是变成说你等时间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快速就是消耗你的体力，然后直接马上回家。然后我等下记得3小时36分钟，我绝对不要登录。我算一下，我现在时间大概。哦，在凌晨了，还好那时候我差不多也在休息了，所以我就不用管它了。顶多明天早上起来我再看一下，是不是像台风过后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次又收集很多东西，非常开心。先来交物件，木头其实不用放，都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来那个收拾一下，烤个牛肉。来吃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可以这样子，还可以，最多那也是可以放20个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好，先拿到了，好，水瓶，然后收成，像你刚回家，你都可以先做一个收成，就可以把一些东西先拿过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SPLIT。这里就可以把东西分开来，因为如果你有两个田，你就不要让它一个田放还有种子，分上投资，像这样子，对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分开来，就是你可以分成两份。这边有木头了，等一下我的木头呢，就先放进去。目前两个屋子在够了，到时候不够可能要做到第三个屋子。好，再来我等一下开始生产东西了，这是每一天的流程，我看一下哦。现在我来看一下我设计组缺什么。现在我要做的是，机车，机车可以做嘞。机车把它放在这边好，中间这个房子里面，刚好是长得蛮帅气的感觉。机车房，然后机车房要的料件就是要，螺丝嘞，这个，它不够吗？我们缺一个是不是？啊，糟了，尴尬。有，太好了。放不够。我觉得门好好玩哦，可以做好多门。4分钟，所以我现在缺两个。好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拿到了。然后我现在来做衣服了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没有衣服了，就先放下面好了，有点乱了。提前过去，好，做衣服的话呢，我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，需要这两个东西。植物也要，等一下哦，植物先拿过来好了。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做衣服了。然后缺鞋子，好，这样我应该到齐了吧？衣服、鞋子，啊，还有一个那个帽子。而且我们是拿死人的衣服，僵尸的那个布来做衣服，这是坎坷，果然是生存游戏，有没有？好，刚好做完，我的那个也没了，我先把这多的绳子放进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东西。哦，绳子，好缺绳子哦，绳子好像可以自己做，后面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做绳子，好像是这是哪个东西啊？我现在不确定是哪一个可以做绳子。然后你如果要升经验值，你就多打怪，然后多砍树，就是多去收集东西，就可以，增加你的经验值。因为经验值够的话才能够，你看哦，这都需要等级级。然后我看国外玩家都有好像80几等的吧？你看这边有到88嘛，好像有到80几等的人。可是我没有看到装甲车，好奇怪，因为我看到国外人在组一个装甲车，很大一台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们还没有改版，所以看不到。这我就不确定。我想要分类一下说，好，我们现在要玩一件事，就是去别人家玩玩看。因为这个煤呢，好像没那么快，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呢，可以先去别人家。然后我今天有死在别人，就是死在一个人家里面。可是我其实我不太想去别人家，因为他们其实都会玩的，都会把东西藏起来，
就像我都把东西藏起来，你看来这边你干嘛？田地也偷不到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这很可怜。所以想要不要去别人家？那我现在想把这两个房子连起来，我想一下要不要连起来？连起来的话，我中间这边又可以再种东西了，这边可以再种一点东西。好，我们就把它连起来好了。然后我像我刚刚讲的嘛，我的做法就是，你不用盖中间的地板，你只要盖可以有墙的地板就够了。先拿40个来玩一下，我把这边给接起来，来吧，我要跟大家说怎么省木材。你刚开始的时候，像我只会建这里，这两边，然后还有这两边，来吧，这是国外玩家的玩法。我靠，等一下，有人在攻击我，我想奇怪，怎么是在叫？声音一定要开，刚刚真没发现他在攻击我。是臭狼，太嚣张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像如果你先盖这个，这边门其实不用盖的，这边门是不用盖。这一排，我现在走这一排是可以不用盖的。我看国外玩家还是不盖这里的。好，先继续。可恶，破坏我的设计。我刚刚灵感正好的时候就被打断了。好，大致上来讲呢，就是像这样子建法。然后把这关掉。好。然后你对，然后我还没讲，就是说你们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移动，比如说集装箱这些东西都可以移动，你想要移动位置是可以的，包括田地啊都可以移动，这些都可以移动，移动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你先点右边这个，然后这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家，它写家具啦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移动物品，然后点中间这个十字，有没有就可以随意放，可是你这像这个东西只能放在不是地板上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墙壁不能移动，地板不能移动，只要是物件是可以移动的，比如说像这个大炉子，你要移动它也可以，这也可以，田地也可以移动。好，所以我昨天就是把它这样移进来的。哎，太好了，做好一个，还缺一个。好，然后我再做个建设好了。像国外这边中间的墙啊，都把它打掉，因为比较好走。现在你就直接盖外面就好了。哦，变大间欸，太好了，连在一起了。这东西可以干嘛？哎，我还没捡他身上的东西。好，然后现在应该把看一下哦，这边可以再盖一个田地。我想把这边变成一个墙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已经知道怎么盖了，我有灵感了。是盖越大越好啦，因为越大的话，你后面你要放很多集装箱。我看国外真的是。很多人放集装箱，这够大吗？好，先这样好了。就现在木头有限，来，我教大家省木头的方式。啊，我忘了把我洗澡移进来了。好，这边你盖吗？可以。好，在你这边可以盖这个。我还蛮喜欢盖门的，因为门的话比较好走，我就会这样配一个，就各配一个。好，有没有？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有很大的空地啦，而且又能省木头，是不是？中间完全不用盖那个分隔了，那我就可以把东西移进来了。来来来，把我的澡堂移进来吧，我澡堂在外面呢。不知道会不会被僵尸破坏，所以刚刚把它移进来。来个大澡堂，而且还有两座澡堂。昨天做太快，做到两座，把它摆起来。好，今天到时候可以盖一个飞机场，这是我的直升机坪哦，感觉很帅气。这就是你可以节省那个你的木头的建造方式，然后你尽量把东西围起来。然后我今天教你们这招呢，就只有你们会，所以呢，我不会偷你们的东西，会偷别人的。你有看我的那个影片的朋友们，小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偷他们的东西，我们一起去偷别人的东西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然后之后我的影片就是我的频道之后也会开 YouTube 直播，然后因为我现在还在测我的一些网速的部分的东西，所以之后可能会开直播，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就可以跟我有一个互动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个挡到
只要你看到不顺眼的东西，你就把它移走。你看，他拿出蓝图，超级像那个一个设计师什么的。上期我想要把这些都移走，因为现在这边有点太小了。然后先放这里好了。我最后想要把这边都拆掉，让它变大一点。因为这边其实不用门，这边很多余。好，既然这么讨厌这个门，就把它拆了吧。你今天如果要把它拆掉的话呢？对，就是按这个键，就可以直接拆掉它了。好，很好，因为这里根本没有门啊，我这边可以直接走过来，干嘛这门？这门其实蛮多余的，所以就直接把它拆掉了。直接点就可以拆掉它了。好，这边其实可以拆的啦，我先留着好了，因为这走这门还蛮可爱的。到底好没有？我现在在等这个时间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坐机车吧。其实因为国外他们有坐机车，可是我看不太懂。因为那机车是可以节省你的体力值，因为我们不是走路了嘛，那应该会比较早快到我们要的目的地。木头，我木头在哪里？木头在哪一个？也是要猜猜看。我已经尽量分类了。哦，来坐机车喽，各位，今天就把这个机车，那这机车要坐在哪里？啊，坐在这边好了。不用啊，我不用找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摆哪里都可以。哦，刚好剩一个那个 point 的那个点数。这点数不够，你就不能够做新的东西。有嘞，机车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莫非这个机车做好后，他还要？哦 ，no！ 等一下，空间不够，可能我要让它有一个大点空间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一块我觉得比较适合做。看一下，哦，这边有多个空间。好吧，就拿在这里好了。他不知道几个欸。啊，我没木头了。先把这移走。把它移走。来吧，澡堂你先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澡堂你到哪去？澡堂也碍眼，现在觉得。啊，先到这个地方好了。因为他那个机车啊，等一下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要移动。因为机车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好笑，它只能转这两面，然后转这两面，看起来比较丰富。然后还有木头，我还有收集木头的，这个吧。那机车的话，格子可能要到九格吧，我猜要九格。好，九格，我们用九格看可不可以放。我刚以为这样就涂好了，错了。哎，为什么？等级二 ，max 一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缺水，先喝点水。他给我放，为什么？他不是放在地板上啊？莫非他放的地板就是这种地板？我现在不能放哎。他写的是 float。那是玩，等一下，糟了，它好像不能放在地板上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升级啊。等一下哦，我没有研究到怎么升级。像16级，然后。要怎么升级我木头房呢？这个而且我看国外他们的地板是可以铺瓷砖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那个东西？好吧，今天就卡在这边，让大家去帮我想一下好不好？我再上网查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机车上不上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主要呢，今天介绍蛮多的，然后最后我们要把这个建好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现在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不对，我们建好了，就机车嘛。好，大致上今天呢，我就先介绍到这里。我要研究一下怎么去把那机车放上去，因为我现在机车不能放，我今天刚好就卡在这边。好，大家如果喜欢我游戏的朋友呢，可以按个喜欢，然后可以持续的订阅我，然后我会继续介绍这款游戏，还有我也会介绍一些新的游戏啦，对，然后看时间我会再去。发影片到 YouTube 的频道上面，
然后就谢谢大家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记得留言给我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游戏见咯，拜拜。